我先给各位回味一下，这些人到底是从什么样一个不知名的团体里面出现的？不要回味，观众不要回味。首先，很知名，对，非常知名，太火了。首先来一个最知名的，请问马哥，您当年没有，他才是马哥了，就是马哥，他本姓你，我本姓马，对他才是马哥。他当年你们是哪一个那么知名的团体？当年我们的团体叫做红孩儿。跳得好，歌唱得棒，对，人长得帅，对，都会翻。哎，就是唱什么红蜻蜓那个吗？不是，那个小没有，那小虎队。哦，对，小虎队，我们那时候唱世界末日，所以整个上面都挂。好，挂你。当时的队长，红孩儿队队长是你，对，队长我。红孩儿队最会唱、最不会发胖的主唱在这里。你当时来，老婆你要 Q 的时候想讲一声，再说一次，最会唱、最不会发胖的主唱在这里。老婆带的好啊，老婆带的好。这招好厉害，直接私交，老婆直接私交。后面在后座时候再上马赛克，好，没有关系。我们现在先把一个一个的团体名称搞清楚，好，好不好？接下来是这太有要介绍一下，介绍这个团体当时啊，红透半边天，的只有一个人。你好，刚出道的时候，哎，对，没有错，对不对？但是以歌声虏获，我都快讲不下，虏获了全国人的心的哦。修比，哎呀，不敢当。那里面有一个最灵魂的人物是小马。哎呦呦，不敢当，不敢当，真的不敢。当时还是宪哥就是台柱，其实修比图华跟宪哥是等号，其他三个是不是东西，所以我们解散。哎，后来你们宪哥离开，你们还有一阵子哦，还有一阵那张哎还入围金曲奖哦。哎呀，所以我们发现说，原来真正的老鼠是宪哥。对，他一离开我们入围金曲奖，很多奇怪。接下来这两位团体厉害了，哎，哪一个团体？一个是哇，少女团体，少女团体，今天孙鹏讲的，四影乐，四影乐，对啊，对啊，今天孙鹏看那个，哎，什么是四影乐？卡上面，四影乐，那 four 影乐吧 ，four 影乐 ，four 影乐，四影乐，我以为是火星文，你知道吗 ？four 影乐 ，four 影。风云乐，接下来阿豹，阿豹当年是什么样的团体呢？阿豹 and Brandy， 阿豹 and Brandy， 简单明了，而且得到金曲奖，是的，有用吗？哎呀，什么东西有用？得到金曲奖，什么态度啊？什么态度啊？团体都这么容易解散，这么优秀的团体，哎，不能这样讲啊，团体也是会老的哦。你刚刚这样讲说。团体也会老的，我们都比你们年轻哎。而且我们不是出唱片，不是，他们是解散好多年，我们才组成团体。对啊，他们是团体界的老前辈啊，这样我们是晚辈的。首先，我们当然要请当时对不对？非常有名的红孩儿的队长，来上来回味一下当年红孩儿招牌舞蹈是什么样子。好满的画面哦，好满的画面，对不起，阿豹你出镜，我说的真心话。这集播出之后，宽银幕电视卖特别好。来呗，先讲解是，在我们的舞蹈里面有一个传奇性的两个算是经典的动作，是一个叫做星光收，星光收，满天的星光把它收起来。哦。另外一个呢，大家常常会跟另外一种动作叫一字马，一字马搞错了，嗯，那个叫朝天凳，朝天凳哦，对，帅帅，哇哇，好，星光说，星光说啊，天哪，好，哎，太好看了，太好，所以解散的原因大家看得出来了。接下来队长要表演一个，那么一字马。接下来这个呢，朝天凳。朝天凳啊，朝天凳还是他来好了，还是他来，还是他，还是他。反正因为我也不知道什么朝天凳。
朝天凳吗？你是想扁他是不是？好，来来来，杜兰用朝天凳啊，这个。预备，去！你要前面要带点动作，先来一个什么再来朝天凳？真不帅。哇！主唱生气，主唱来一个，你有点意见，来来来，衣服脱下来，衣服脱下来，朝天凳这样瞪的，是是是是是，你比较超，朝天凳已经不容易了，肥子朝天凳，小心，你好像是这样瞪的，你人家是朝天，你是我还我还有朝到天呢，你就朝旁边，你朝朝旁边怎样？太紧了，太紧了，这个他看起来像那画面看起来像是温金龙在朝天凳，对，很生气的，对。那刚刚在点那个饮料的时候，他不点，他一直看那个谁，小乔。对啊，一直看一直看。我上次是不是有把过一个？真的另外一个，换掉。小乔来，感觉来来来来，要不要在他面前过来摆几个 pose？ 对，摆几个。来音乐，赶紧给他做 pose。哇！哎呦，骨沟坐上去啊，坐上去。坐上去，哇！我们是来要好大方的女孩。对啊，帮我再拿两个便当来，我也要吃胖的。通道费大家拿去吃麻辣火锅，好不好？小乔，谢谢啊，谢谢。觉得他 OK 吗？哇，什么战态？请问一下，当年为什么团体里面要打架呢？谁跟谁打架？我们那时候选出来还没有出片的时候，大概我们就分两队做一个节目叫 TV 新秀争霸战。对对对对对，左边是西瓜，哎，西瓜，右边是洋葱，西瓜洋葱。我呢大概就是站在中间那个位置，嗯，对。然后左手边就站，没有，那时候就是来两个一起出来，对，我跟克凡还有洛君，洛君，张洛君啊，你是张洛君，我来演，我来，因为好久没见 ，OK， 好，虽然说你这有点矮，那 OK 啊。就张若昀，然后克凡，然后我们三个是一队，就是摇彩球啊，摇。另外三个在对面，我们就是摇彩球。对， yeah. 然后呢？然后张若昀那时候就是他讲什么？对你比较摇彩球，摇彩球。因为我通常我就是甩彩球，我会想说想一些那种很奇怪的花招，因为大家都这样子，我就很无聊，我想说这样子。然后若昀就会大概就会说。我行，不要动作跟我们不一样。对，嘿，对他就会讲，不要自己搞，他就会讲一些碎话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讲就是这样。你干嘛想单飞啊？没有，他没想讲那么大声，他讲，他就是很小声在讲。然后最后的情景就是，他的手掐，他在录影哦，而且张俊还比我高，他比我高哦。对，就掐他脖子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低一点，这样感觉你在我后面掐脖子。来开始，怎么样？要再练了吗？你想干嘛？没有，他没有，他就直接过来这样掐，对，然后两个人这样，重点是我还不记，他在旁边在看，你知道吗？请问你在得意什么？啊，你在得意什么？因为我们两个，你是不是想看谁会被踢掉？不是，因为其实我们的想法比较多，领一份通告费。掐死他，掐死他。可是到后来，两个掐脖子，现在感情最好，因为他们在同一个经纪公司。对，现在同公司了。对，对，现在同一个公司了。那主唱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？其实身为一个主唱，因为我独唱的歌会比较多。是。那好讨厌的口气。好气啊！为什么你讲话我就想笑呢？我不知道，其实我是情歌王子。哎呦哎呦！霸王子好不好？没有没有，我都有独唱嘛，大家就会。你一定在团里面人缘最不好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其实我跟你讲，这是可以解释的。其实你继续这样下去，只是耽误大家录影时间。你要这样，我们也可以配合，没关系。那我尽快，我好，你把它讲没气。因为我独唱部分，你想想看，如果这团体里面六个人，只有你一个人有歌唱，怎么办？哦，其实像刚刚小柔说，她那种女生的那种情节哦，其实在男生里面也多少会有啦。对，那是说，因为像我的个性来讲，我是比较大拉拉，而且我本身歌声不好听，然后通常她又是这种时候要该低姿态的时候，她又偏偏就。又臭屁！我的歌对，是这样吗？对啊，刚刚你看不出来吗？他们讲半天看不出来吗？我知道他们膈应啊，对啊，怎么样嘛？你的团体不能这样，对不对？所以真的会吵架，要快。少爷，我歌就是唱得好。那如果你胖的时候也是这样，我就是胖啊，他还是这样，他还是这样。